Lots of the DJs. Fuck you.我不舒服，我手脚冰冷，头晕发热，气虚血弱，有时候蹲下来再站起来还会头晕呢。喝药药，不吃药药，喝药药，不吃药药。哇，吃的好饱啊！吃饱了？嗯。吃饱了买单去吧。为什么要我买单？每一次烧烤烤鱼酸菜鱼蒜丝，还烧火生日，每一次啊，不是你买的单，为什么要我买单？那你要这样，我下次我就不跟你出来吃东西了。好吧，我买单。哎呀，手机没电了。没电了？你说这真的是，哎呦。他不行。充电宝都随身带。对啊对啊。可是我没有带钱、啊、我带了。我用的是安卓。安卓你这安卓买单去吧。安卓先好，安卓先买单。匆匆去也匆匆，恨不能相逢，爱也匆匆，恨也匆匆，一切都随风，狂笑一声，长叹一声，谁与我生死与共。不要再唱了啊，你自己唱怎么样？你心里没点那什么数吗？哥吗？四哥，四哥啊，哎，真是不懂。来来来，你得这么听，来。再叫你看我怎么收拾你们啊！怎么收拾你们？我找到女朋友了，那恭喜你啊。那我走了。哎，我喜欢你。你这句话我等了好久。不好意思，来晚了。没事，车房钱都不重要，我们来说一些比较重要的话题啊。那我们现在开始吧。好的好的。吃不吃榴莲？吃不吃香菜？吃火锅是吃鸳鸯锅还是九宫格？吃饭吧唧吧唧嘴？你豆腐脑是吃甜的还是吃咸的？你的袜子裤子内衣是分开洗还是混合洗？你的牙膏是从中间挤的还是从后面挤的？你睡觉打不打呼噜，磨不磨牙，说不说梦话、啊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话题，你空调开几度啊？26度。不好意思，度不同不相为谋，走了。不就想吃泡面吗？你拿去拿钱哟。
开开门。宝贝儿，开一下门好吗？老公，开门啊！给老娘开门！装什么温柔啊？我还以为是哪个神经病呢。小姐，阿杰。啊？你说谁小姐呢？对不起，大姐。你说谁大姐呢？你知道小姐和大姐的区别是什么吗？小姐是说，大姐是说。老表，出去开个会，给他浇点水。哎，秦总，新买的盆栽挺别致的。这是音箱。音箱。别乱动。叫你别乱动。哎，老表，新买的盆栽挺别致啊。这是音箱。这盆栽吗？这是音箱。骗傻子呢，这盆栽。这是音箱。明明是盆栽嘛。老表，叫你别乱动，我去办公室。挺别致的，这音箱，这不是盆栽吗？这音箱，明明就是盆栽啊！不是你，我是坏人，一个人。好好看吗？好看啊。喜欢啊，那我们在一起吧。我不要。晨晨，滚过来！什么事儿，经理？什么事儿，经理？明天不用来上班了。明天放我假吗，经理？要不去财务把工资结一下。经理对我这么好，还没到发薪日你就给我发工资，你怎么知道我连泡面都吃不起了？不是，你不用说了，经理，公司对我这么好，我无以回报，我发誓。我一定努力的工作到公司倒闭的那一天。Hello。对了，经理，你刚刚想说什么？啊，我们去上班吧。明天不放假了吗？滚！你好，美女，打扰一下。我刚才在远处看呢，就感觉你特别好看，然后这身衣服搭的也特别美，就看着让人特别心动。我能加你个微信吗？行。谢谢啊。嗯。好了。哎，其实这次穿你身上真的特别好看，你白穿的还好看。谢谢。我想问一下，你这衣服在哪买的呀？衣服是找代购买的，然后裤子是在店里买的。哦，其实我也想给我妈买一套，我感觉我妈穿这身也能挺好看的。谢谢。等一下，你刚才走过来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你特别像一个人，像我一个亲戚，你知道吗？我那证明咱俩还挺有缘分的，彼此。像我儿子。你又玩游戏不理我，分手！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不行，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在这里找个男朋友啊？